Hello， 我们要带来呢，刚刚观众的歌 Q 重听咯，又演给楼上个三个字呀，又偏白，所以上下来嘞，所以带来了许好听的歌 Q 系，哎，你哈大的小条歌 Q 桃花开什么感情？这首歌呢其实蛮有趣的，就是男生呢很想念这个，很想要跟这个女生接近，就想这个想要躺在这个女生的这个手肘上啊，想在躺在她的腰上，就说你的那个你的手肘就是象牙床，就是象牙枕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这女生呢就是讨厌啊，就是打情骂俏说波这个意思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买什么东西就去百货店买呀、不然呢你就可以想办法。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呢？对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就带来这首这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客家小调，叫做《桃花开》，谢谢。月春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再一次掌声鼓励，谢谢月春。什么感情？